上一次我哋讲咗六藏二十八天嘅菩萨戒，解释咗啲比较会有啲疑惑嘅地方吓，系咪讲咗一半啊？到十五系嘛？十五。咁大家有冇咩挂心吓？话因为条呢条咧讲畜养猫理戒啊，系唔可以畜养咁样吓，就。有些人就以為咧係唔可以屋企唔可以有寵物啊，嚇！不過上一次我解釋嘅時候咧，當然已經講咗啦。其實貓喺古代啊，1000多年前咧，咁唔係寵物喎，係要捉老鼠嘅工具，係實生嘅動物嚇。狸咧，狸係狐狸嘅狸啊，狸嚇，狸咧係佢哋會偷啲。雞啊、鴨啊，嚇可以食嘅，啊，因為佢要有啲食物，啊，咁而家嚟講咧，我都撞見過嘅。我喺紐約嘅時候，咁道場同我哋法師住嘅精舍咧係分開嘅，嚇。我一路到望到夜晚咧要翻精舍休息嘅時候咧，一行出嚟就見到，因為精舍嗰頭咧就都係啲住家喺嗰度，嚇。咁有啲垃圾咧就攞出嚟準備要抌嘅，啊。嗰啲泥啊、泥啊，嚇就走出嚟翻嗰啲垃圾啊，喺嗰度揾嘢食嘅嚇。咁所以喺古代嚟講咧，佢哋係佢唔使去揾垃圾桶嘅嚇。你養咗啲雞啊嗰啲，直接走去就食咗啦咁樣嚇。所以亦都係同殺生係有關嘅。所以呢條偈應該係講嘅就係我哋學佛嘅人，尤其咧我哋考慮要受菩薩戒。是要學習做菩薩的，是要練習去行菩薩道的。我們講學佛，學佛學佛的目標就是要成佛。成佛必須要行的這條就一定叫做菩薩道。如果你只是說哦，我學佛都知道將來都要覺悟的，都要成佛的，不過呢我現在未準備好去學做菩薩。這句話其實是很奇怪的，當然我知道很多人呢是有些叫做心理障礙，會覺得呢哇我哪有資格啊，好像觀音菩薩這樣的菩薩啊，被菩薩這兩個字呢就有些局限住，覺得自己不夠資格啊，譬如呢我習氣又咁重啦，脾氣又好大啦，我又冇咩智慧啦，咁我根基咁差，我點可以點敢啊去話我要做菩薩咁樣啊。咁其實菩薩呢係因為就因為我哋從凡夫凡人啊一路修行至到成佛呢，成佛唔係話成為另外一個人啊，其實就係講佛陀教導我哋，我哋一路學習，咁自己嘅程度咧，自己作為一個生命，而家嚟講係一個人啦，嗬。呢個人呢個生命體咧，佢嘅狀態係一路一路會改變嘅。佛陀係要帶住教導我哋一路進步啊。咁你嘅嗰個人嘅本質咧，會一生一世跟住佛陀學習，就會一路一路改變，一路提升，提升到。最高的狀態嗰個 level 嘅時候咧，唔係話地位嘅改變，唔係，係呢個生命越嚟越清淨，越嚟越清淨，然之後咧，嗰啲雜氣啊、貪嗔痴嗰啲都慢慢就少咗啦嚇。一路分集嘅係戒定慧，去除嘅咧就係貪嗔痴咁樣嚇。一路到最後，終於係清淨到我哋係完全通透、徹底嘅覺悟啦。嗰個狀態都係我哋，都係我哋自己嚇。不過就我哋改變咗，咁到達完全覺悟嘅狀態就叫做成佛嚇。當然呢條路非常之漫長，最主要都係因為我哋嘅我執好強啊，我哋揸住好多嘢咧，唔敢抌低嘅。好驚啊！萬一我放下啊，然之後乜嘢都冇，好恐怖啊！好驚啊！咁樣嚇，咁其實有啲人就話，
我哋學佛嘅人啊，我曾經聽過啦，嗬。我當時啱啱出家冇幾耐嚇，咁就喺山上嘅時候咧，我喺嗰度掃地，教咗三年啦嚇。我哋有啲公務，我當時記得係要去寫平安燈嘅，好多名牌要掛喺個燈下邊嗰、那個嗰、那個名條咧嚇，係我寫嘅嚇。咁寫完咗一段落，哇，個手好酸啊！我就去掃地，當係休息咁樣。咁喺嗰度掃地嘅時候咧，就有一位提提。帶住佢嘅朋友或者親戚啊，經過，然之後咧，同佢嘅朋友介紹喎，話啊嗱，你哋睇啦，嚇、这個尼姑喺呢度咧，出家，佢哋咧都係受咗啲痛苦啊、刺激啊，然之後咧就遁入空門嚇，就台灣話叫吃苦柴啊，食苦柴啊，就係話喺呢度好清苦嘅生活咁樣嚇。我一聽咧，我當時戴住個斗笠啊，我就攞落嚟嚇，然之後向住佢笑，因為我真係覺得好好笑嚇。我就話好多謝你幫我介紹嚇，不過版本似乎係有啲差別嚇，不如我自我介紹啦咁樣嚇。我就話我爸爸媽媽都係醫生嚟嘅嚇，我不嬲喺學校咧，校長老師都話我係 lucky girl。嚇係幸運草嚟嘅，我非常之幸福嘅一個人，並唔係你話嘅受咗痛苦啊、刺激啊嚇，然之後逃避入空門啦、啊、咁樣嚇。我就話啊，我喺佛陀嘅教導之中，我覺得有好多智慧、好深嘅學問喺個裏邊，所以我願意用我一生嘅所有嘅時間投入嚟學習，同埋可以同其他嘅人分享咁樣。那個人其實我仲未自我介紹咧，佢已經嚇到啦嚇，因為我對住佢笑嚇。佢介紹我係一個痛苦嘅出家人，但見到我笑得比佢仲燦爛啊嚇。所以出邊嘅理解係個差距好大嚇。咁我要講嘅係，的確有我嘅同學啊嚇，或者係有啲初面識佛教嘅人咧。會問我話：你唔覺得你出家失去好多嘢嗎？佢話嘅係，譬如失去好多享樂啊、著靚衫啊、去邊度玩啊咁樣。佢覺得係損失好大。我就話：我的確失去好多，我失去好多嘅執著，好多嘅煩惱，失去。我以前的脾氣失去那些愚痴，我的確失去很多，你們覺得怎樣呢？重新去想一下，學佛你得到什麼，失去什麼，你得到，你都可以說，如果根據《金剛經》來說，你什麼都沒有得到的，我們學佛沒有得到什麼，不過就失去好多嘅貪嗔痴，大家同意嗎？同意嗬？其實佛陀教導我哋咧，咁你又點樣可以失去？就係抌低嗰啲貪嗔痴咧有方法嘅。方法喺邊度啊？喺戒律裏邊嘅。其實持戒咧，並唔係束縛唔係淨係一個規定，唔淨係話哦，我而家係五戒弟子，我而家係菩薩戒弟子嚇。戒唔係一個表象嘅嘢，唔係一個實質嘅嘢啊。咁可以講，其實戒律係方法。佛陀同我哋講喺佢涅槃之後，要我哋以戒為師，所以佛陀係將方法交俾我哋。咁方法就喺戒律裏面，首先將我哋嘅身口意用一個方法，咁就講喺戒律裏面啦嚇。你就照住呢啲方法，然之後你就可以self control， 可以管理好，你就可以知道點樣去管理自己嘅身口意嘅行為啦嚇。所以佛陀係教俾我哋方法，不過就
咁一路流傳落嚟就係而家嘅戒律嚇。咁所以希望大家睇嘅時候咧，要知道其實方法嚇，譬如五戒嚟講嚇，就係五種方法咯，五大類嘅方法咯啊。咁事實上呢個係五種原則啊，根本原則喺嗰度。咁菩薩戒咧啊，有六種二十八輕戒啊。咁六個係根本嘅嚇，唔可以，絕對唔可以去啊違背嘅。啊，二十八輕偈咧，意思係話我哋畢竟係人嚇，咁人咧，你難免會有啲啊疏忽嘅，譬如你要整理清潔啊，你要行路，包括埋你要飲水，你要呼吸嚇，呢啲其中都有啲生命喎。所以不是咁嚴格咁核責嘅啊，話啊絕對唔可以點樣，那難免都會有，難免咧我哋某些因緣之下啊，同人哋有啲結嗰啲惡緣啊，有時候難免有時候講咗啲大話啊等等呢啲，咁呢啲係可以懺悔嘅啊，同埋最主要係你要知道就好，如果你做。啱做唔啱，你唔清唔楚啊，咁就迷糊咯，錯咗都唔知啊。但而家呢，一條條啊，將啲原則講俾你聽啊，最少咧你知道啊，今次真係做唔到100分啊嚇，但我知道我冇做到，咁樣就好啦。你知道呢個方法喺呢度就好啦嚇。你知道之後，你自我要求，當你進步嘅時候咧，你慢慢就會做到嘅嚇。所以我聽到有啲人話佢未做好準備呢句話嚇，我始終都會諗，一路都話要學佛，最終嘅目標係成佛，成為一個徹底覺悟嘅人嚇。咁拜佛或者誦經念佛等等啊，都係發願嚇，要成佛嚇，要解脱等等啊，都係咁樣發願。但方法喺嗰度咧。到你要運用之前，當好似而家聽咧，就係學緊啦嚇。學嘅時候，聽嘅時候咧，又話哦，我又冇預備要行菩薩道喎，我又唔想做菩薩喎，我冇資格喎。你空咗中間嘅階段啊，冇菩薩道，你係冇佛道可以成嘅嚇。我只不過今次，尤其今次咧，同大家喺呢度解釋嚇。不管是講五戒定係菩薩戒咧，啊，我就好強烈嘅感受到咧，有好多人因為菩薩呢兩個字，然之後有心理障礙，覺得自己唔夠好，冇資格嚟受菩薩戒，啊，我係覺得大家都係咁有心啊，要學佛嘅人，既然係學佛嘅人。現在大家如果你理解的話，你應該都可以受菩薩戒，一步步一分分去做就好了，做不到的時候你自己知道，然後你誦經或者念佛的時候，你心裡面向著菩薩，覺得自己不夠好，沒有做到，我下一次要努力，這樣重點是你知道，就知道這兩個字是很重要的。如果以聲聞戒啊，我哋講小乘戒嚟講嚇，五戒啦，或者係八關齋戒啦、八條戒啦，或者我哋比丘尼有250條戒、348條戒，一條條呢個戒咧，呢個所謂講嘅聲聞戒嚇，原則上都係講話呢個係錯嘅，你唔可以做，你做咗就係有過失嘅。是犯戒的，就是你不可以做，做就是犯戒这样。但如果说这个是善的，你没有积极去行善，他没有规定你是错的。菩萨戒和五戒有什么差别呢？五戒就是错的，你不做就 OK 了。至于行善幫助人呢方面有冇做到呢？唔理你，好似同你冇相關咁樣。咁菩薩戒呢？
菩萨戒是错误的，你不可以做。但是如果是行善的，积极可以帮助人的，这些好事，这些应该做的好事，你没有去做，那都是有过失的。所以为什么菩萨戒，一般来讲会讲话，它是高过五戒。高在哪里？不是说因为我菩萨大一点，或者说因为我戒律多几条嘛，你只得五条，我有六众二十八，所以我学得多，我就高级啲。其实都不是，而是菩萨戒呢，如果用拘律来讲呢，它是分三大类的戒。平时呢，我哋食饭之前啊，咁都要发愿嘅。有啲人咧，佢熟悉啲，佢就会食全五官，就系食饭嘅时候咧，佢都知道要反省啦，要感恩啦，要发愿啦，咁有五种观念。咁有啲人咧，佢食饭之前咧，佢会自己心里边谂就发愿吓，供养佛、供养法、供养真、供养一切众生咁样。咁有啲人呢，尤其我哋佛光人呢，就都係好習慣嘅，慈悲喜舍遍法界，師父就佛光四句偈啦咁樣。咁同埋呢，有好多時候我哋食飯啦，到你合掌供養完或者發願完之後呢，首先要食三啖飯，過痛，尤其係過痛嘅時候，大家記得嘛，我都會提醒大家怎樣將飯碗就放在手裏面，吃飯三啖飯，前三啖飯呢，第一口願斷，願斷一切惡，願修一切善，誓度一切眾生。其實只是吃飯这一餐飯前三口都是菩薩戒發緊願，願斷一切惡，願修一切善，誓度一切眾生，都是菩薩戒的內容來的。可以說其實我們練習學習怎樣有菩薩那種三長，菩薩心是日日在那裡學習的，餐餐飯都在那裡學習的。你甚至你都可以這樣你這一日醒過來要喝水，水呢前三啖水三口一用，願斷一切惡，願修一切善，誓度一切眾生，然後呢一日都是很精神的。你可以隨時都這樣念習，所以菩薩戒不是很高很遠。這個是用這種三大類的這種整理。回來，所以我剛才說，戒律是方法來的。如果你說，我沒有資格的，意思就是，你這些佛陀教導的方法，你都不去做，不去念習，你只是給自己一個理由，說我未準備好啊。这个是我觉得是讲不通的。我们学佛的佛弟子，不通譬如你的仔女去学校读书，他都报了名，他去了学校，然后老师要上堂了，他坐在那里，他说我没有准备好要学的，我觉得是不合理的咯。你都希望你的仔女去到学校好认真，分分秒秒都学得很好咁样。我哋自己呢，我哋自己学佛嘅态度呢，其实是一样嘅，应该係佛陀教导我哋点样学，我哋好单纯好简单，一啲都唔複雜，唔使自己用自己嘅嗰种自我然之后去限制住自己进步。咁所以講菩薩，我話因為成佛呢條路好長，甚至咧喺經典之中係將菩薩咧
一路從菩薩一路到成佛咧，係分有51嘅階段，到第52先成佛嘅。佢就好似樓梯，好似一層樓一層樓咁樣上去咁樣啊，都係有一個一步步嚇咁。咁喺菩薩52個機會之中咧，係10個咁樣分段嘅。咁第一個咧，其實叫做凡夫位喎，一路從十順就係從有信心開始嚇，好似我哋咁樣嘅凡夫。如果你真係行緊學緊菩薩道咧，從你有信心開始嚇。就已經是52個菩薩，就《華嚴經》裏面講的52個菩薩的階段，你已經入了在十順，是凡夫，但已經是開始菩薩道的學習了，這樣，一路到這個十順位經過之後，十住十位上等等這些先是叫做成言道德，成言位。在那之前的確我們是凡夫，但凡夫已經是學緊菩薩道、行緊菩薩道的凡夫。方法在哪裡呢？那個方法就在菩薩戒裡面的。所以我說我很強烈的希望大家，你不用驚說我沒辦法完全食齋、完全食素，你還未可以完全食齋，最少最少你從六齋日十齋日開始，給自己有一個機會。其實六齋日呢，這個做法開頭並不是佛陀創立的，好像佛陀規定六禮那樣，不是的。佛陀是很方便的，就借用當時印度教的，因為印度人他原本就是 信奉印度教咯。咁傳統嘅印度人、印度教徒咧，佢哋係相信就係佢哋傳統嘅觀念裏邊啊，相信呢六日咧係天神從天界嚟到人間，然之後咧檢查下大家做得好唔好嘅嗰六日。我話如果我係天神咧，我就偏偏唔係呢六日啊，我就抽查嘅嚇，睇下係咪真係都係咁。但是因為以前的印度人呢，他們的觀念裡面呢就很固定的，以為就是這六日天神要來檢查我們有沒有在那裡做不好的事這六日呢特別要小心一點不要被天神捉到你怎樣啦，這樣就要謹慎一點。所以佛陀就說，既然這六日你們這樣很 care 很在乎這六日，不如這六日呢，我教你們怎樣是絕對安全可以過關的呢，那就是持守八戒了，持戒，那就講了八關齋戒的八條戒這樣，所以然後就從這個六齋日的一個傳統裡面用過來，就說如果你們學菩薩法三的人呢，你都可以，都應該一個月之中有幾日咧，俾自己可以反省可以清淨身口意都要清淨落嚟咁樣，所以就用咗所謂講嘅六齋日啦所以如果大家你可以嘅話咧，真應該係要食素嘅。而家呢地球呢個暖化的問題很嚴重詳細的數字我是沒去背譬如有些地區是沒有水飲的，或者說沒有乾淨的水但是一般的人若要吃一嚿肉一磅一嚿肉要用20000加侖的水去養那些牛才可以吃到一嚿肉這樣牛肉所以說牛呢是消耗了很大量的水有些地區呢是沒有食物，是饑荒的，沒有食物可以吃的但是你要養那些牛要幾多，不知道幾萬噸的那些
嗰啲叫做粟米啊，總之係佢哋要食嘅嗰啲稻草啊，牛要食嘅嗰啲食物咧，就全部養咗嗰啲牛，然之後人咧先可以食到一啲啲嘅牛肉啊，所以係好唔值得咁樣做啊！我係覺得佛教係講我哋慈悲啊，尤其印度咧大部分嘅印度人咧佢係食素嘅，同埋佢哋點咧都唔敢食牛肉嘅。當然而家嘅後生嘅人或者喺出邊嘅人我唔知啊，但傳統上嚟講咧，佢哋當牛咧係自己第二個媽媽啊，因為自細啊出世咧如果媽媽嘅營養唔夠啊，咁就要飲牛奶啊，所以當牛係自己嘅媽媽咁樣啊，就唔食牛肉嘅啊。我覺得呢個係順便一講啦啊。咁總之希望大家咧對於呢件事就地球暖化啊，氣候咧已經係好極端化啊，變化得太亂啦啊。我哋活喺今日嘅人咧即將可以越嚟越明白呢件事啊，咁會深受其害啊，咁希望借住啦啊，如果可以嘅話，你就算未完全食素啊，你可以做到嘅人，你要學慈悲啊，或者講你已經係好慈悲嘅人，你應該好自然就唔食眾生肉嘅啊。一個慈悲嘅人咧，佢亦都唔會好惡口傷害人啊，或者係個態度對人好兇惡啊咁樣啊。一個慈悲嘅人好自然各個方面慢慢厚道和諧啊，呢方面都會做到嘅啊。咁包括埋食素啊。咁如果仲未可以，譬如有啲人咧屋企各方面要配合啊。咁如果係食素啊，咁有可能咧屋企人都唔俾佢去受菩薩戒。如果咁樣咧，你就可以退一步，從六齋日開始啊。基本上嚟講，一般早餐都係早齋，係嘛？係啦，呢係好基本。好少人話一早食得好，點樣講？好多魚啊、肉啊去做嗰啲，我諗時間都唔夠啦，所以係早齋係基本可以做到嘅。然之後一日三分之一已經解決咗咯喎，三分之二咧你就叫做。少肉多菜多啲青菜啊，嗰啲魚肉咧都唔好咁多，太多啊對身體都係負擔嘅啊。從咁樣慢慢調整啊，然之後一個星期我有一兩日係可以完全都唔食啊呢啲魚啊肉啊咁樣，咁你已經做到啦，你已經學緊慈悲心啦啊。咁就係我諗好多人受菩薩戒，所謂講未準備好咧，我覺得係同呢條食齋呢條戒係有關係嘅啊。當然每一位全戒嘅戒師、講戒嘅戒師啊，佢哋講嘅時候咧，大家偏重嘅有啲唔同啊。咁喺佛光山我唔講邊一位長老啦嚇，總之係原則上我哋係主張係要食齋嘅啊。咁有啲講戒嘅長老法師咧就好堅持啊，我可以講我開頭嘅時候我都係學住咁樣，非常之堅持，絕對唔可以打折扣啊！你絕對完全食素，你先可以受菩薩戒。我差不多幾年前都是這樣的，自己慢慢，我覺得應該是我慈悲心有進步了，比較理解，比較可以體諒，就慢慢傾向就另外一位長老法師，因為我說戒律的解釋，你可以從合格分去講，你亦都可以企喺100分，然之後要求翻嚟咁樣啊。咁絕對食素咁就係你要做到100分啦啊。咁但係我慢慢傾向咧，就係你可以有60分，60分係乜嘢？六齋戒，六齋日啊，
食六劑，一個月之中有六日，一個月有六日食齋，咁就係30日就有1/5係食齋嘅嚇。咁呢個唔係喺嗰度忌教，哎呀少食一餐多食一餐嚇，有咩損失啊或者著數啦嚇，喺嗰度斤斤計較，唔係咁嘅嚇，都係話你方便嘅時候，唔好因為咁樣造成你生活日常生活嚇，或者係你屋企人嘅覺得麻煩或者係煩惱嚇，唔需要咁樣負擔嘅嚇，咁你可以做到食素最好啦。如果真係有啲困難，你自己去安排，盡量就好咁樣啊。同埋真係冇辦法食齋嘅時候，自己都會覺得好慚愧喎。我希望慢慢係可以咁，你自己同自己講啊。咁總之係總有一日咧，我相信一定嚇會有因緣慢慢做到嘅啊。咁順住呢個因緣啊，就從嗰個60分開始慢慢進步啊。我話我今次咧喺道場再一次咁要傳五偈同埋菩薩偈咧，我就覺得係應該要再有啲方便俾多啲人唔會因為一開始就為咗一個食嘢冇辦法完全配合，然之後咧所有其他嘅方法完全都冇得學，我就覺得呢個先係損失咯啊。好啦，所以講翻嚟啦，喺所謂講六眾二十八軒偈裏邊咧，我哋之前講咗前邊15條，講到第15條嘅時候咧，就啱啱講到有關寵物嘅問題啊，咁所以已經講清楚啦，唔可以話唔可以養啊，但係咧，如果你問我咧話既然冇呢個限制，而家想去領養啲小動物、小寵物翻嚟養，我又唔贊成喎。點解咧？唔關殺生啲條計，唔係嘅，而係咧，你既然有時間嚇，你仲有一個選擇嘅機會啊，你仲未買嗰啲寵物翻嚟啊，咁就唔好自尋麻煩啦啊，因為你屋企有個寵物咧。你都要當佢係自己嘅仔女一樣照顧嘅，要當佢哋係自己一家人咁樣嘅嚇，所以照顧佢哋啦，咁要陪住佢哋去散步啊，要幫佢哋點樣啦嚇，呢啲係要時間嚇。我係覺得，既然你仲未養寵物咧，可以嘅話你多啲時間去精進啊。我心裏邊咧，譬如啦，我有時候諗。如果我得閒啊，我又抽邊一部經，我又抽多啲嚇佛經嚇，或者講，如果我得閒咧，我又去練習書法啊。我中意寫毛筆字，但平時咧，我係冇時間去練習嘅啊。咁譬如又中意我有時候欣賞人哋插花供佛咧，我見嗰啲花都好靚啊，我又好想去學插花嚇。但幾乎好似夢想咁樣，我諗都唔敢諗嘅嚇。譬如自己有興趣啊，譬如我好想話我有幾千本書啊，等幾時我全部都讀曬嚇。我又有邊啲人，我就做筆記嚇，點樣點樣啊，或者講邊度有邀請講演嚇，我安排時間快啲飛過去嚇，幫佢哋講經咁樣。我好想做嘅事好多，但冇時間啊。我是一個出家人，出家人是沒有家庭負擔的人，我都找不出時間多些用功或者自己的興趣多些學習，我都沒有時間。你們是有家庭的人，要工作要家庭，你怎麼有得閒再去哎呀我好空閒啊，我好無聊啊，找多幾隻小動物來跟他們玩啊。我覺得係，如果你而家已經係有屋企裏邊啦，有寵物啦，咁你要照顧好佢哋啊，一路到佢哋，真係要幫佢哋養老送終嘅照顧好啊。但如果冇咧，你就可以唔使揾呢個麻煩
所以有關寵物呢個問題唔係話唔可以啊，只不過如果你要精進，你都有一個藉口話我唔得閒啊。如果係咁嘅話啊，咁我就建議啦，寵物呢件事咧你就避免啦。所以講能免則免啊，只不過如果你而家已經係有屋企啊有寵物嘅啊，咁你都要有責任將佢哋照顧好啊，除非你話。啊！而家自己知道要精進啦，嚇咁同埋咧，啊呢啲寵物啊，啊有啲親戚啊，識嘅熱朋友啦，啊佢哋好中意，佢哋都有愛心照顧，啊就送俾佢哋，啊你覺得 OK 咁就 OK， 嚇如果冇咧，唔使勉強，你將你嘅責任盡好，嚇咁呢條計咁樣明白嗬？好，後邊咧亦都係同動物有關嘅，嚇如果你屋企啊有畜養呢啲，大家聽下邊啲動物咧？大笨象啦、牛啦、馬啦、羊啊、駱駝啊、驢子啊啊呢啲嚇，呢啲啊，如果你屋企有養呢啲動物嘅話咧，呢啲你係唔可以，所以講啊，如果叫做不做正思啊，你就係犯戒嘅，就係講你用嗰啲食物啊。啊！用啲唔好嘅啊，壞咗嘅，你要抌咗嘅嗰啲唔好嘅嘢俾佢哋食，咁你真係唔夠慈悲。當然啦，你話啊，我屋企唔係養大笨象，你放心好啦嚇。唔係，你聽呢啲動物咧，呢啲動物係幫我哋去工作嘅動物。嗯，意思就係話，一個慈悲嘅人，或者講要學菩薩。啊！慈悲嘅人咧，對於人呢啲動物啊，幫我哋工作嘅動物啊，你要有感恩嘅心啊！你唔可以打佢哋嚇，又唔俾佢哋嘢食，或者係用嗰啲壞咗嘅啊嗰啲嚇，好似啊虐待動物咁樣去對待呢啲對我哋有恩嘅啊動物咁樣啊。咁呢條計，大家會覺得好困難嘅嗎？唔會嗬嚇。你話唔會啦，我屋企冇呢啲動物啊。不過我覺得係以前嘅認為有啊，牛啊、馬啊、羊啊呢啲都係或者工作或者係生產俾我哋啊去生活嘅呢啲動物。總之係對我哋有幫助、有恩嘅呢啲動物啊，要有感恩嘅心。呢個係一個學佛嘅人啊，唔使話你受唔受菩薩戒啊。總之係一個人都應該。啊！要識得咁樣去感念嚇、感恩嚇。好咁動物講完啦啊，然之後咧第十七條偈咧話一個受菩薩戒嘅人咧，如果屋企裏邊啊冇準備乜嘢咧，出家人嘅袈裟，所謂講三衣缽成食飯嘅啊，呢個缽嚇衣缽。色相嚇，如果係咁咧，哦，咁你又冇做好菩薩戒弟子嘅習人啦嚇。大家聽到咪好覺得好奇怪嚇、啊？就算你要收藏，去邊度收藏啊？收藏啊！出家人嘅三衣，我哋袈裟有分三種嘅嚇、啊。一個叫做我哋用。所謂講五衣、七衣、九衣嚟講，我哋三件袈裟啊。咁喺印度佛陀時代咧，就係、是、出家人啊嘅啊著嘅袈裟，佢有分啊。呢、這個係我去叫做坐務坐務啊工作嘅時候啊，譬如我要清潔啦、啊，我要打掃啊嚇嘅時候著嘅叫五衣嚇。咁而家我要自己拜佛啦。啊，咁做自己功課啦，著嘅係七衣嚇。而家咧，我係要帶領就正式嘅場合嚇，咁要著嘅嗰件咧叫做九衣。佢係根據袈裟有用幾條布去車接起嚟綁起嚟嘅啊，咁去啊講呢個袈裟嚇。咁呢度講受菩薩戒嘅弟子咧，要準備好啲三衣啊，就出家人著嘅袈裟喎、哦。咁同埋食飯嘅缽啊，
同埋我哋古代嘅時候出家人行出去呢，咁有可能翻山越嶺啊，行喺個荒郊野外野外啊，咁咁雲水真就為各個地方去參學啊。咁行喺出邊嘅時候呢，有一個叫做色像啊，就好似個好似手像咁啊。你哋睇地藏王菩薩唔係嗰支法器呢，就叫做屎杖。或者講法杖就是色像，佢或者以前其實是用金屬去做的，佢的作用咧唔係拐杖喎，哇行得好辛苦啊，攞個拐杖嚇，唔係嘅嚇，佢係安全的，出家人不可以帶武器嚇，但是咧你行在出邊的時候咧，譬如在個山裏邊，你不知幾時會走出咩動物啊嚇，所以個上邊唔係有一環一環嘅咩嚇？佢一行就有聲音嘅，佢係故意要打草驚蛇嘅，嚇有嗰啲小動物啊，聽到啊，噌噌噌嗰啲聲音咧，佢自己就走咗啦，嚇萬一真係有其他嘅有會傷害人嘅動物咧，嚇咁識象咧又可以保護自己啦，咁樣，所以有都係出家人啊行喺出邊嘅時候咧，要揸住呢個識象咁樣，呢啲都係出家人專用嘅嘢，你在家。菩薩咧，在家居士屋企裏邊點解要準備呢啲呢？咁而家就算要準備，要去邊度買啊？你哋梗係揾唔到啦，好。我哋嘅袈裟，我哋嘅衣缽啊，都係受戒嘅時候有戒會呢交俾我哋嘅一生人就係一套呢個意思唔係要你哋如果係古代嘅話啦，好。真係有因緣嘅話，你係一個菩薩弟子，意思就係你隨時都準備好，你係要護持出家人，護持一個僧團，你唔使話呢啲袈裟，總之你係有一份淨財準備好，係要布施供養出家人嘅。如果出家人，譬如咧，袈裟爛咗啦，個缽裂咗啦。譬如咁樣咁佢就冇袈裟可以著，冇飯可以食咯你係一個菩薩弟子，你係有一個預備嘅我可以嚟供養咁樣所以呢條戒律咧，唔係話你真係喺屋企裏邊擺定出家人要著嘅要用嘅呢啲嘢唔係呢個意思以現代嚟講咧，大家可以理解就係、是我嘅可以講我喺經濟上嘅分配，我係有餘一份係要供養出家人嘅。如果出家人或者講僧團、寺院、道場咧有咩需要嘅時候，我係有預備，我係預備咗，我有能力隨時可以幫手嘅咁樣。就你有呢份心，你有預備就係咁。咁呢條界嘅理解 OK 嘛？OK 嗬，會唔會係好？會唔會好勉強嘅？會唔會？都唔會啊！嗬 ，OK。咁再講啦，譬如喺佛光山每一年舊歷七月啊，我哋都會發起叫做共僧度量，就係出家人要修道嘅資糧可以講你平時你話隨時都要預備好。對有某些人咧，未必咁方便自己都要算得好好仔細咁樣。但係最少咧，你有呢一份心積少成多，我哋就參加呢個功德，就叫做共僧度量共養度量就係做好呢條戒嘅準備啦一年就一次唔管多少總之我哋係多啲人一齊參加，咁就 OK 啦。不是在佛光山曾經有人跟我們的師父聖雲大師說說大師很奇怪你做呢在全世界你做很多很大的事但是為什麼你都沒有什麼大功德主護持你譬如人家道場寺院有些真的有些是這樣有些大齋主就供養
100 acre 土地俾你啊，或者幾個人啊，個個都俾你$100,000俾你咁樣。咁就有人同大師講：好似你都冇咁樣嘅福報嗬。大師就話：係真係咁。大師話：呢個係我嘅法緣。大師嘅法緣，萬人師、萬人舍，同結萬人緣。大師就話：當時喺台灣，人哋咁樣問嘅。因為在佛光山每一年呢，都會舉辦叫做萬緣法會、萬緣法會啊。咁功德金幾多呢？台幣$100，台幣$100等於我哋呢度差唔多$5加幣啊。咁就有人同大師講啦，啊，人哋都係$100,000，邊個會好似你咁樣$5？你又湊到幾時啊？啊，你又做咁多事？啊！師父就話：我呢個係我嘅法緣，啊！我要多啲人都去結緣，而唔係淨係得幾個人咁樣啊！所以因為我哋聖運大師嘅法緣係咁樣啊，佢師父同我哋呢啲做弟子嘅講嚇一樣啊，趣喜啊，方便大家啊，唔俾壓力啊，歡喜就好。要一路同我哋講啊，要隨緣啊。隨喜啊，咁樣啊，所以呢度講嘅要準備好呢啲。如果你有心嘅話啊，特別喺舊曆七月嚇，新曆差唔多都係八月左右啦啊，我哋會發起嘅共真度量啊，你就多少隨喜就好，就係咁。咁呢條計就已經做好咯喎。所以我一路聽到一啲人話：哦，我冇預備好。我問佢咧要預備乜嘢啊？你嚟聽下先啦。喺我睇呢啲都係好基本嘅。一個佛弟子，佛陀窮托教我哋呢啲偈嘅內容咧，就係教我哋嘅方法。呢啲方法你又唔聽又唔採啊，更加又唔捨得做，你淨係空有一個理想一個目標嚇。啊，咁我都會覺得啊，作為一個人，一生人有幾年啊？一眨眼又過去了喎，所以係好希望大家咧，真係認識佢、理解啊，然之後練習啊，一步步慢慢嚟嚇。好，咁第18条咧，坐禅不求靜水，六種廚藝嚇。你哋咁樣聽係就算我講國語咧。听国语的人都不知道我讲什么，就我念一下，坐田不求净水，入众处戒第十八，不知道。其实所以说要听讲解，你就这样看字面，听是听不明白，看又不是很清楚的意思。那这几次安排，这三次讲五戒和菩萨戒，就是要大家在意义上去理解啊，了解先。你了解之後，然之後覺得哦，原來其實呢啲邊位叫做戒律呢？呢啲好基本嘅喎啊。特別講啦，28条輕戒，我睇呢嚇，只不過係舉例嚟講，舉例子，而且係根據呢戒本啊，傳入中國一路1-2千年嚟咁樣流傳咧，所以係古代嘅生活啊，你要將佢轉成現代嘅嚇。譬如現代佢有冇規定啊？有冇吸毒啊？嚇，有冇上網啊？通宵上網嚇，喺嗰度浪費生命等等，身體健康影響等等，佢冇制定呢啲，因為古代冇電腦，冇 internet 啊，上網啊，冇所謂講嘅吸毒啊呢啲嚇。但是你不可以说啊，佛陀没讲喎，咁可以做，其实不是根本的精神。如果你真是理解的话，一理通不理通，你知道怎样将这个人做好，不用佛陀一条条这样讲。第18条讲的呢，是以前的人有叫做农业社会啊。现在是叫资讯时代，资讯时代，什么都是 internet 上网的世界。
咁個之前咧，商業時代在之前咧，工業時代在之前咧，農業時代啊。咁所以呢度講嘅嚇就係、是、啊，有好多人佢都係種田啊、耕作嘅人啊。你耕作嘅時候咧，如果你要去叫做灌溉啊、灌溉去引嗰啲水嚟個田裏邊啊。你種稻啦、青菜咧，要灑水啊、溝水啊呢啲嚇，呢啲水咧，你都要仔細啲睇下裏邊啊。你去攞水嘅時候啊，有冇啲魚啊、蝦啊喺個裏邊啊？當然啊，呢度講嘅係有啲小小嘅嗰啲動物喺裏邊啦。啊，如果你都唔理佢哋，佢哋喺水裏邊先可以活嘅喎。如果你將佢哋攞就攞咗嗰啲水，然之後就喺灌溉啦，喺個田地裏邊啊，佢哋乾死嘅嚇。咁呢個係乜嘢啊？要我哋慈悲嘅人啊，細心啲嚇。你攞水嘅時候啊，注意一下會唔會攞到嗰啲嚇有生命喺裏邊啦？咁樣嚇，呢點有困難嗎？應該冇啦嚇。不過呢個咧就可以如果用喺現代生活嘅話嚇。唔一定，因為我哋大部分都唔係耕作種田嘅人啦，嗬。你話咁呢條冇得份啦，真係咩？譬如你要去其實要分界真係唔容易喎。譬如你要攬花嗰啲草地啊，你要草皮啊，你要俾啲水啊咁樣。咁而家都係從自來水嗰度水喉水嗰度引出嚟噶嘛，所以那些是已經是過濾了的，幫我們已經做好這條計的。你說裡面會走出一條魚，都有些困難，沒什麼可能性。有些又是有消毒水等等在裡面嘛，所以其實基本上是已經很難去犯這條計的。除非你話喺個大自然之中你要攞嗰啲水做乜嘢，咁你就小心啲啦嚇，睇下有冇攞到啲如果有生命喺裏邊，你就放心啦咁樣嚇。都係其實一路每一條計都係細心、慈悲心，係咪咁樣用心嚇？差唔多係佛陀教導我哋點樣用心去學一個學做一個慈悲嘅人，就係咁喎。好，咁第十九条咧，讲话你做生意啊，咁以前啊买嘢啊要用啊，而家都系啊叫做用，譬如买吓就系用豆嘛，如果系米餸啊嗰啲嘢咧，咁就有啲秤吓秤吓，咁嗰啲豆啊秤啊吓，你唔好好似偷斤。減糧係嘛？偷斤減糧啊嚇！但係你唔好少咗俾人哋貪小便宜咁樣嚇。咁另外咧做生意咧都會有講信用嘅嚇。你譬如講好價錢啦嚇，譬如咧你呢一樣嘢嚇，呢個杯要100蚊，我同你講價，哎呀80蚊啊咁樣。好啦，一講好80蚊啦。你就要買咯喎，你唔好講價還價嗬，80蚊，人哋話好啦好啦，俾你啦，然之後又話都係唔好啦，嚇，咁呢度講嘅就係咁喎，咁呢個仲要喺個計本裏邊啊，仲係仲係好多人話，哎呀菩薩計好高深啊，好難做到，其實我覺得。真係好冤枉，我真係覺得菩薩計係被冤枉咗，唔知上千年都有。其實有咁高深嗎？唔係喎，非常之基本啊嚇。所以話要受菩薩計，我冇準備好，我每一條睇，每一條係話你可以話我冇準備好嘅嚇，冇理由啊其實嚇。好，另外呢第二十條嚇，我呢條計比較特別啲嚇，就係喺呢個所謂講非時非處行慾嚇，就係講譬如夫妻之間嚇兩性關係，
呢所謂講非時，就係喺唔啱嘅時間，非處喺唔適當嘅地方，你唔可以有呢層關係。啊，喺屋企冇人娶你嘅，屋企係你居家居家住嘅地方嘛。但係時間呢，你注意啦，咩時間啊？譬如佛菩薩聖誕，譬如自己父母往生嘅日子。啊，你應該係佛菩薩聖誕咧，好恭敬嘅。啊，要去供養啊，供佛嘅啊，拜佛嘅。如果係父母往生嘅忌日，應該你要啊，就諗起呢一日啊，你係冇嗰種心情嘅。譬如咁樣，所以呢度講嘅所謂講嘅時間啊，就係咁樣睇嘅啊。咁呢個又係作為一個人，又係基本嘅。不過以前唔知喎啊，而家聽到啦，哦，所以講啊個時間啊。如果是佛菩薩聖誕，或者是自己齋戒的日子，或者是父母的忌日，包括自己的生日。生日是什麼日子？母難日。自己的生日，尤其現在，我想我們年紀差不多了，一半以上自己的父母可能都不在身邊了。好似大師話佢過生日，其實佢唔要大家幫佢做生日嘅。佢話呢一日，我要好好地諗下自己嘅母親，然之後好希望有啲時間誦經、拜佛，有啲功德用嚟感謝自己嘅母親咁樣。所以係呢種心情喎。我哋學佛嘅人啊，以前真係唔識嘅，而家聽到啊，原來係咁嚇。當然啦，有啲譬如仔女要幫你過生日啦，有啲朋友啊話你生日，我哋去邊度食飯啦咁樣，聚起下大家開心唔緊要，但係你自己心裏邊知道，今日其實係我嘅母難日啊！我點啊？或者我去寺院真香啦，或者我仲一部普門品啊，或者係阿彌陀經都可以嘅。你話哦，我都唔識誦經嘅，咁你有個心意喺嗰度，你就默默地祈求佛菩薩去保佑你嘅母親，佢可以喺佛國淨土，或者如果佢都仲有姻緣翻嚟助人，希望佢福德姻緣好好，身體健康。你會為你嘅母親，你又有好多個心意可以表達嘅嘛？所以呢度講嘅，夫妻兩情之間嚇，唔係話有啲人話受菩薩戒就夫妻要分房，呢個講法係錯誤嘅喎，唔可以有，係因為呢條講到譬如今晚講佛菩薩聖誕啦，或者持齋戒嘅日子等等包括埋自己嘅父母呢啲日子是不適當的。如果說哎呀，但是你另外一半呢，他又不理解這些，那不要緊，你就第二天再補回就好了，自己的心意嘛，或者你知道，都不勉強的，但你不會貪，自己不會去貪染在裡面這樣，大家這樣可以理解嗎？不是說就，夫妻以後都怎樣怎樣，你們不是出家人，絕對冇夫妻兩性關係嘅係出家偈啊。咁偈本啊，當然因為有我哋全菩薩偈，其實有唔同版本嘅。完全為在家居士定嘅，就係而家佛光山傳嘅呢個叫做《優婆塞偈經》，呢個係完全都係在家人受嘅。咁另外呢，有如其菩薩偈本、梵蒙菩薩偈本，有璎珞菩薩偈本等等，呢啲唔同嘅偈本咧，係部分通於出家在家，部分完全係在家，部分完全係出家。如果你去睇偈本或者聽偈嘅時候，你冇聽清楚啊，有啲人咧，因為有啲唔同道場咧用嘅唔同版本啊。就係聽出好多嘅問題嚟啦，
有啲甚至係影響到人哋正常嘅家庭生活啊，嚇，搞到有啲人咧要離婚啊，要分居啦，要點樣點樣咁樣嚇，我都覺得唔應該咁喎。受咗，尤其係受咗菩薩戒嘅人，家庭更加美滿幸福嘅，因為佢越嚟越柔和，越嚟越識得體貼體諒人嚇。越嚟越識得啊！我點樣改善啊？改造我自己咁樣，所以應該家居生活會越嚟越好啊！呢個係人間佛教嘅菩薩戒，完全講嘅係人間佛教嘅嚇。咁所以同呢條偈，我諗係有啲關係啊。咁有啲人就唔繼續，但呢度講嘅唔係話完全絕對唔得，而係你要睇地方，地邊度唔得咧？譬如你去有啲寺院咧，你。譬如你掛單你去朝山嘅時候住喺道場，譬如咁樣朝聖嘅時候住喺，譬如喺總本山，我有時候我哋會組團啦，參加總本山舉辦嘅世界大會啦，或者係有咩大活動啦咁樣。當你住喺寺院嘅時候，咁都係呢個地點就唔適當啦。大家咁樣可以接受嗎？可以嗬，咁有啲呢，道場嘅有啲寺院嘅做法呢，就乾脆呢就係夫妻分房，男眾呢邊，女眾呢邊，譬如咁樣直接分開，咁就係避開所謂講嘅非廚行浴咁樣嚇。咁但係喺佛光山呢，大師又同我哋講喎，除非你係有啲活動嚇，男眾女眾有分開，人多嘛，分開比較方便啲啦嚇。咁除非係咁樣嚇，不然咧，大師都話，如果可以嘅話，做得到嘅話，其實嚇人哋夫妻一齊兩個人得一個行李夾啊嚇，因為我哋真係見到有啲咧，一道掛單的地方啦，嗬，哦，林仲要去嗰邊，你仲呢邊，然之後就見到喺個走廊中間咧，嚇，大家喺嗰度打開嚇，呢件衫你嘅，呢個牙刷我嘅，嚇，好似喺嗰度分財產咁樣嚇。啲大師就師傅就話：你咁樣都唔俾人哋方便咯，嚇，夫妻同房唔緊要，大家知道呢個原則就好咁樣。大家係咪覺得呢個係好合理嘅係嗎？好。所以呢條偈有冇問題咯？好。第21条啊，相古不輸觀誰偈嚇。呢個咧簡單講就係、一個國家嚇，佢之所以有經濟能力咧嚟發展國家或者係照顧人民啦、社會等等，係因為大家有誰溝誰。國家有税收嚇，當然如果係過高嘅、唔合理嘅啊，咁人民負擔唔起嚇，咁過分嘅呢啲，咁都係叫做所謂講苛政嚇，苛係嘛？苛政嚇啊，就呢個政府就唔好。但係如果係合理嘅啊，真係譬如我哋加拿大個税收高唔高啊？係啊，我未嚟加拿大之前就有人同我講，我聽過啦，加拿大係萬萬税嘅嚇，萬萬税嚇，好多税好高噶嘛。但係咧，我聽到幾個人都話，喺加拿大交税啊，交得都心服口服啊，心甘情願嚇，因為你見到嘅佢福利係好嚇，甚至有啲人話佢以前都唔知道咁樣。直到自己有啲年紀啦，或者突然間一場大病啦，要去檢查乜點樣點樣，哇！真係好感恩啊！原來呢啲包括埋譬如啲道路啊，或者公共嘅嗰啲建設啊，都做得好好啊，所以可以話大家都覺得啊，呢個係合理嘅啊，所以我哋要交税啊。呢條計講乜嘢呢？就係講我哋唔可以逃税，大家覺得咁樣會過分嗎？呢條計唔過分啦，好基本嘅嚇。呢度講唔逃税，唔避税啊，
唔逃避，或者唔會漏咗啲啲咁樣。我有溝，不過少溝啲啲咁樣嚇，唔使咁樣嚇。咁真係我哋今日喺呢度真係咁安定啊。咁其實要好多謝呢個國家啊，所以溝水係應該嘅啊。所以呢條我覺得呢個叫做戒律嗎？哇！咁國家要好感謝我哋佛教喎、啊，同大家講嚇，唔好投流水咁樣嚇。呢條偈呢，講真嚇、啊，我見到啊，有啲鋪頭呢啊，佢要收現金嘅，好、啊、收現金嚇。咁、啊、譬如有啲，譬如我哋係非牟利機構嚇，唔、啊、可以有呢啲嚇。啊但是我哋有流通處喎，方便大家有時候請一本請一件海青啦啊，咁呢啲啊，咁我哋都係收現金啊，但係我哋係交税嘅喎，你有收嘅部分，我哋要幫你交税嘅啊。咁另外咧，有啲鋪頭講係出邊嘅鋪頭啦，嗬啊，咁佢話現金，咁啲其中會唔會有啲啊出入咧？我哋唔知道嘅啊。咁有啲人咧，譬如佢啱啱移民嚟，佢做一個小生意，嚇佢話啊，佢冇辦法唔咁樣做，啊佢嘅收入唔夠維持生活，啊如果係咁咧，譬如遇到類似呢種情形，嚇、啊、你話點算咧？睇呢條計啊，當然你知道我啱講，你知道呢個道理，你知道佛陀同我哋講嘅呢個原則、呢個方法，你知道就好。然之後咧，你就發願啊！如果有一日啊，我生活唔係咁個手頭唔係咁緊咧啊，我慢慢啊，我會自己會改正呢件事。你就用發願啊！我而家做唔到啊，但係慢慢將來我可以做到嘅啊。呢、这個就好似咧，其實有一位佛光人，佢好發心嘅義工。佢嘅工作咧係同殺生係有關嘅，啊咁佢提提咧同我講話點算啊？佢受咗戒，佢越係精進，越係發心，啊佢屋企嘅呢個殺生嘅生意就越好，生意越做越大，賺嘅錢越嚟越多。但係佢話呢個係殺生嘅喎，啊佢哋唔係直接殺。好似係轉售，唔知批發定係點啦，嗬嚇。咁佢就有掛心啦，啊！佢話生意好，對佢嚟講係好定係唔好啊？佢都驚驚地咁樣嚇。咁、啊、我同佢講嚇，你用佛願嘅，希望有一日嚇、啊、你先生嘅工作係有個轉變嘅因緣啊。咁佢先生原本睇咗，哇！賺越多錢嚇，就唔捨得改嘅。但係後來咧，自己又過一年又一年，慢慢咧又覺得啊，都係要換一個工作好啦咁樣啊。咁就同叫做股東咁樣嚇，自己嘅partner 嚇。商量，佢都唔係話突然間就點樣嚇，佢係有商有量嘅，慢慢一步一步嘅嚇就轉幾年嘅時間，然之後轉咗呢個工作啊，仍然都可以做到嘅啊。咁我識一位師姐，佢唔係喺加拿大嘅，另外國家嚇。咁佢係從事係同叫做色情行業有關嘅，佢嘅嗰個。生意咧係有好多小姐，然之後賣酒嘅咁樣，係咁嘅生意嚇。個以前佢冇學佛嘛，咁後嚟咧佢有因緣啊，接觸到佛光山佛教啊，佢聽佛，佢聽偈，然之後佢知道佢必須要做一個抉擇嚇，因為佢可以日日都扮靚靚啊。吃好多好嘢，中意買乜嘢，用錢就同用水一樣嘅。佢話錢大把，嚇日日好多入嚟嘅咁樣嚇。但後嚟佢知道呢個道理啦，嚇佢就同呢啲佢手中嘅呢啲小姐講，嚇佢要停止呢個工作。
佢希望佢哋咧預備去揾工作嚇。咁佢同佢嘅仔，佢會有一個仔嚇商量啊，話媽媽想停咗呢個工作，但係媽媽冇其他嘅謀生嘅能力嘅嚇，所以可能淨係去揾啲幫人哋整理啊、打掃啊、洗衣洗碗啊嚇。咁揾呢類嘅工作嚇，所以以後我哋要好節省嘅嚇，就冇辦法啊俾你嚇用喺乜嘢食乜嘢揾乜嘢都可以嚇。咁佢就慢慢去商量嚇，佢嘅仔又可以接受理解嚇，佢手中呢啲所謂講嘅啊呢啲人咧嚇，亦都慢慢開始辭職啦啊辭職啦啊轉工啦等等嚇，處理好之後。啊！佢租嘅鋪頭退咗，所有啲借嘅錢還咗，然之後咧，佢真係我見到佢嚇，永遠都係著一件修道服、居士服啊、居士服嚇，喺寺院裏邊啊洗碗啊、整理啊嚇，佢喺出邊係好似幫叫做幫佣啊嚇，清潔屋企嘅人。一到有時間，佢哋就到寺院做義工咁樣就咁樣。所以呢啲所謂講嘅工作呢方面咧，始終都係要叫做正明符合八正道嘅生活。八正道就係佛陀教導我哋要點樣修道八個可以講要去學習嘅。內容咁其中個正面正面正面就係正當嘅經濟來源，你嘅經濟嘅所以講賺錢啦要符合五戒嘅呢啲所以呢條偈我咁樣做補充，大家都可以理解嗬。OK， 第二十二條咧。就係講一個受菩薩戒嘅人咧，如果係國家制定嘅法律法令啊，你唔可以去犯法。我話係咪國家要好感謝我哋咧？又唔可以投漏税，又唔可以犯國法嚇？呢個有問題嗎？你可以話唔得喎，我冇準備好嚇。你準備點啊？犯法係要負法律責任噶嘛嚇？所以呢啲其實冇問題的啦，嗬。第二十三條嚇，呢個都係一份三頁呢條偈，話你如果因為以前啊，如果屋企係種譬如呢度講嘅有種稻米啊、谷啦、種谷就係米咯瓜啊、果啊、菜啊呢啲，如果你屋企種呢啲有收成嘅時候啊，你應該要攞就有一部分你要攞去供養三寶先，你一個做就學菩薩道一個佛弟子嘅人咧，你心中有三寶啊，所以你有修成啦，今日譬如啦而家應該有唔係話應該有啲人啦就有自己後院種啲青菜乜嘢咁如果你話今次嘅番茄好靚或者係青菜好靚你諗到我去供佛先喎第日你翻嚟攞啲咁樣嚇，咁呢個係話以前嘅人嘅生活因為屋企裏邊工作農業時代比較有呢啲你有收成嘅時候記得咁樣嚇，咁呢度都係講話你心中要有三寶譬如啦我記得我細個時咧，喺屋企屋企有佛堂供觀音菩薩嘅咁譬如買咗啲餅乾啊、生果翻嚟嘅時候咧，媽媽就會話要攞去供佛先，供咗佛之後收落嚟，大家食平安啦，咁樣就變成平安果咁樣。餅乾都係咁嘅，嗰啲點心你可以供佛。拜佛三拜，然之後再收翻嚟咁樣，自細都會有咁樣教導我哋嘅，你哋都可以咁樣教導你哋嘅下一代，唔係話你哋要種嗰啲瓜果青菜唔係咁樣
而係譬如你去 supermarket 啊，買咗啲水果啊餅乾翻嚟啦，你同你嘅屋企啊邊個人話啊，佢頂你300，然之後就收落嚟我哋食咁樣，就你唯有心中有佛啊。啊，共生保鮮咁樣嚇，咁呢個都應該係要學習嘅嚇。第24条咧，話如果呢，你要去同人哋講經啊、説法啊嚇，你冇如果冇出家人幫你好似所謂講嘅準你去講，或者幫你引證話啊。你講呢個觀念好好，你去同多啲人分享啦。如果佢同你話，你暫時唔好講住先咯，你學多啲喎咁樣。如果佢同你講話，你暫時唔講住先嚇，咁就唔冇準你去講啊，唔同意你去講，然之後你就堅持嚇，我中意去講。譬如咁樣，哦，咁呢個都係菩薩界其中一個，你冇做到喎。點解咧？呢個都係保護你。譬如嚇，譬如嚇，有一個問題喎，有人問過話，喺戒律上邊有講嚇，就佛經裏邊有講啊，話末法時代啊，白衣上座就係法要滅嘅時候啦。咩叫白衣上座？就係、是。出家人坐在下面，在家人坐在上面，講法俾出家人聽，咁樣講俾大家聽，咁樣白衣就係在家啊。因為我哋講出家人以前咧著黑色嘅海青係黑色嘅嘛，黑色嘅海青咧，黑色叫脂色就黑色啊，所以如果講我們講出家同在家知數二眾，好少咁樣講。不過你哋睇到嘅時候咧，知係黑色，數咧數咧係白色，黑色同白色，出家同在家嚇。呢、這個白衣咁講咗嚇。所謂講白衣上座嚇，就係、是、在家坐喺個講堂嘅上邊，白衣上座。咁代表嘅呢，就係、是、所謂講末法時代已經係靠近個法就會滅咗嘅咯。啊，咁呢一點呢，就有人提出一個好尖鋭的一個問題嚇、啊，就話：咦，咁佛光山啊！聖雲大師呢好栽培在家人要講法喎，又有所謂講嘅壇講師啦，又有叫做人間佛教宣講員啦，有咁多嘅機會嚇，又辦讀書會喎，又要大家要讀書，然後要分享咁樣嚇。咁樣會唔會犯咗好似呢一句話白衣上座嚇、啊？會唔會造成好似佛法太早好似消滅咗咁啊？滅法咁樣嚇、啊？大家聽呢係一個問題嗎？似是而非，在家譬如話壇講師嚇。啊我哋多倫多有冇壇講師啊？有，我哋北美洲啊，全世界各個國家啊，經過國際佛光會嚇、啊，去叫做鑑定考核通過之後，就會頒發一個身份俾你，就叫做壇講師。壇係在家施主嘅意思。剛好有呢個因緣咧，借住呢條偈啊，講啲觀念俾大家參考一下嚇。
咁一般傳統嚟講咧，佛法當然要講經說法咧，呢個係出家人嘅一個本分啊，弘法利身係出家人嘅本分。所以有時候我哋去講法啦，大家話我哋好發心，我哋好點樣點樣，我有時候咧冇咩反應，我淨係諗弘法係我嘅家務事啊。我出家就為呢件事，如果呢件事都唔做，咁我係咩出家人啊？做咩嚟啊？受十方供養，點受得起呢？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喎。每一日都係為大眾服務咁樣嚇。咁所以呢個係我哋嘅本分，我哋嘅家務啊，講唔到話點樣發心。我一聽其實人哋讚歎，我都覺得。唔識點樣答都係講話啊！阿彌陀佛啊！阿彌陀佛啊！因為冇辦法講解得好清楚，我就係講呢個係我哋嘅本分啊！咁但係在家咧，在家係護佛，出家弘佛，在家護佛呢係基本啊！因為在家係有工作能力嘅啊，係有經濟嘅能力嘅，你可以護持啊一個淨佛。一個淨知淨見的道場去弘佛咁樣嚇，咁在家出家，大家一起合作啊嚟宣揚佛法咁樣啊。咁但係大師的用心咧，佢係話淨係求住我哋出家人嚇，真係出家可以出家的人太少了嚇。咁以咁少的人去弘佛咧嚇，來唔切啊嚇。所以如果有啲在家人，是經過我們的審核通過的人，就可以分擔幫手去講啊。同埋大部分咧，我們都比較謹慎啲啊，因為解釋經文咧，經文佢字面通過翻譯字面有個字面嘅解釋啊。咁另外所謂講願解如來真實義咧，佢真實義理啊，咁可以點樣可以發揮呢？我哋如果冇好有把握呢個騰講師或者講呢位講師嚇，佢嘅理解咧，我哋係唔敢頒發俾佢呢個資格嘅嚇。一旦有嘅話咧，就係已經係準你啊，應承你，同意你，你係可以你嘅正知正見啊，正見具足啊，有呢種觀念啊，你可以去同人哋分享咁樣啊。所以同呢條偈所謂講真不聽說法。質疑助計啊，就所謂講嘅出家人唔同意你去分享佛法或者講解佛法，你又自作主張，梗係要去講，咁你就係已經違背啦啊！但如果話係譬如你要去同人哋講之前，你去同出家人 confirm 下，話師傅我哋讀書會啊。我想去同佢哋分享有一個咩咩咩，我嘅理解，我嘅乜嘢乜嘢，我嘅體會我咁樣諗啱嘛？我可以咁樣講嘛？你可以有一個 confirm， 咁係最好啦如果冇嘅話咧，最少你話我都係照住，譬如我睇釋迦大師《引根佛教佛陀本懷》呢本書，我淨係照住裏邊嘅話去同人哋分享，唔係我自己講我自己嘅理解啦。而係我就照住呢個範圍，咁應該都係 OK 嘅嚇。呢條計其實係保護大家咧，你唔好串錯啊，就喺講解嘅時候講錯咗啊。畢竟咧在家要可以好似我哋讀佛學院又要幾年，又學幾多，一路年年咧都有師傅有長老一路帶住我哋嘅思想啊、觀念啊，教導我哋咁樣嚇。是比較可以，我都不敢話係絕對冇問題，所以經常都要每一次講解之前，自己都要諗過一次，自己要反省自己要諗而家嘅情形，以前因為因時制宜，以前係點樣，現代而家係點樣係我哋都要用心嘅啊，並唔係話2500年前係咁，而家絕對都係咁，未必所以呢度呢條偈講話，如果出家人冇同意你可以講，甚至話你唔可以講，你暫時你就知道
你唔好話啊，呢個師傅對我唔好啊，佢可能係導滯我啊，唔俾我講，唔係嘅啊。因為有啲人咧，佢冇自知之明啊。有時候我哋偶爾啦嚇，會遇到啊一兩個係咁嘅嚇，會好擔心喎。譬如啊，某一個人佢嘅資件唔知邊度怪怪地咁樣嚇。又好中意去揾啲新學佛嘅人咧，蒙查查嘅人咧，佢又好中意去同佢哋講，咁佢哋一聽咧就起煩惱啦，嚇啊應該係點咧？佢話係咁喎，你話係咁喎，咁樣佢唔識得去判斷嚇，所以有時候咧，咁嘅人可以接觸到啊，尤其係啲新嘅人嘅時候咧，有啲比較資深啲嘅信徒咧見到。就會等嗰個人離開咗之後咧，佢就帶住陪住另外呢個新入嚟嘅人咧，慢慢俾佢有個正確嘅觀念咁樣啊。所以呢條計我覺得係一個保護，唔好俾你去啊，因為自己未到嗰個時候咧，或者講自己嘅知見有啲唔啱，尤其係所謂講怪怪地嚇咁嘅人咧，佢個我執係好強嘅喎。有時候我都會擔心一下，譬如我咁樣講嗬，佢聽之後咧就轉咗一個版本啦。佢嘅理解係會自動轉成係佢自己諗嘅，就唔係同我哋講係有出入嘅喎，唔係我哋原本講嘅意思喎。佢溝咗佢自己嘅諗法，然之後就話：我琴日去聽課，永固法師係咁樣講嘅嚇。人哋轉一圈兜翻嚟話：師傅，你想同係咁樣講嘅嘛？某某人話係你講，哇，十萬八千里啊！咁差咁遠嘅嚇，所以有時候咁有時候又防不勝防，我又冇辦法一路跟住，又冇辦法個個都咁樣去嚇，所以大家自己呢最好係喺自己有把握嘅範圍之內嚇。可以同人哋分享，佛光真係鼓勵分享嘅，希望佛法係可以叫做佛光普照三千偈，佛水長流五大洲，要佛光普照啊，所以扣住幾個出家人嚟講，真係累唔切啊。咁譬如我哋有藤廣師嘅制度啦，但藤廣師咧啊，佢要比較點樣講，比較多啲。嗰種要求啦、考試啦、嚇點樣啦，呢個程序咧比較多啲，比較唔容易啦。咁但係咧，人間佛教宣講員啊，人間佛教宣講員嚇，咁我哋就希望每一年咧，我哋有一個範圍，我針對嚇，譬如星雲大師寫嘅文章，呢個好安全嘅，同埋比較容易明白。你可以理解，然之後啊，運用喺個日常生活之中嘅啊，講嘅係觀念，講嘅係方法啊，可以改善生活，可以改變心情咁樣啊，就係呢個觀念上啊咁樣。所以如果話我哋每一年咧都會舉辦人間佛教宣講員嘅一個培訓啦，教到你點樣去睇一篇文章幾個段落啊，有啲重點點樣表達啊咁樣。為一個培訓，我哋之中有幾位都係宣講員，只不過咧，我真係要諗啲機會咧，俾佢哋分享一下，因為經過咁樣嘅訓練咧，你可以分享一篇文章，唔係講你自己嘅佛，係講佛陀嘅法，係講大師寫嘅文章內容咁樣，你就唔會講錯嘅。所以並唔係話白衣上座就哇末法時代啦，法要滅啦咁樣嚇，唔係咁嚇。只不過呢個戒律裏邊咁樣講嘅意思係唔想你又冇去佛學院去學習過，又冇經過啲人幫你聽過啦有個 confirm 下咁樣嚇，未經過呢啲學習啊審核啊，然之後。自我以為係可以，然之後去講，令到啲人咧，或者叫做誤導眾生嚇行錯路嚇。我真係見到啲人啊，佢一路親近幾個人聽呢一類，我所謂講怪怪地咁嘅嘢嚇，之後個人就慢慢變啦。
啊，就嗰種好單純嘅嗰種學佛同法相應嘅嗰種心啊，慢慢遠離，然之後去追求其他嘅嚇，我就覺得哎呀，好可惜啊！但係未必就可以將佢轉翻嚟喎嚇，佢一路為嗰種執著啊，覺得哦，原來我呢啲出家人修行都冇佢高喎啊，佢講得好有學問嘅嚇。慢慢遠離三寶，啊，就偏離正道了，啊，這種情形其實是有的，所以這條計呢，啊，是真的保護大家，啊，在佛光山有很多學習的機會，啊，是希望去分享，但一定是要正確的，啊，要正知正見的，好，啊，跟這個所謂說的白衣上座，啊，這方面呢是不衝突的，啊，因為是符合這條所謂說所謂呢度講係真不聽説法，就唔準你説法。咁呢度你係經過培訓啊，係鼓勵就係審核通過，希望你可以分享嘅，所以同呢條計就冇衝突啦。嚇，咁樣可以明白好啊，多啲學習嚇。每一年咧都有呢種讀書會啦，啊或者係宣講員啦。啊，談公司呢種培訓嚇，啊，可以去參加嚇。第二十五條咧，在五種前行啊，呢度咧都係差唔多係叫做國際禮儀啦嚇，禮貌嘅問題啊，就係，是，如果你係一個學菩薩道嘅弟子，你行路嘅時候咧，見到有出家人啊，然之後咧。你怎樣形容呢？心裏面沒有對出家人的恭敬心，你行你的，我行我的，這樣在你前面行來行去都不睬你的，這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佛弟子涵養禮貌的問題。譬如我舉例子講，以前如果我的老師、我的師父、我的師兄在那裡，我說話都不敢說的，我怕吵到他們，或者他們說話在那裡，然後我這裡呢自己說得很大聲，這樣不可能的，就算我是在說，然後，我的師父或者我的老師經過了，我是停下來，我心裡很恭敬他們，等他們走過去，然之後，我目送走師傅或者老師之後咧，然之後我再繼續咁。但而家呢，有呢種禮貌嘅人比較少嚇，有時候我都會遇到咧，就係，這個喺大家睇我喺多倫多大殿出邊唔係走廊咩嚇？走廊有時候咧，我從 office 行出嚟，咁就係走廊咯，哦。如果你在那裡傾偈啊，大聲咁樣見到法師走出嚟嘅時候，或者講經過嘅時候，你唔一定話停，因為你講緊啲事咯。不過你要降低個聲量、個音量啊，要降低呢一點係唔係一種禮貌啊？係，係一種尊重嘅禮貌啊！我講緊原本係笑啊，講大聲啊，師傅嚟啦，就降低聲量咁樣。音量已經是一種很尊重的表現了，就是你顯露的表示出來是一個佛教徒的一個尊重三寶的一個禮貌，這樣所以這條計就是說應該要留意一下。順便講一下呢，就大師呢一直跟我們說要提倡，他提倡的是一個運動，當然三好運動啦等等這些運動，其中有一個叫做合掌運動，合掌佛教徒見面的禮儀啊。當然在家居士之間大家師兄弟啦都是義工佛教徒嚇，冇咁多嘅呢啲叫做規限嚇，但見到出家人應該要點樣啊？合掌或者講師傅好或者講吉祥，或者講阿彌陀佛，
我哋佛教徒见面打招呼，吓、啊、嗰、那个礼貌咧就系、是、合掌咁。最少最少你见到出家人吓系、啊、合掌嘅吓。咁、啊、我希望大家可以记得啦、啊、因为我都遇过几次咧，系我有时候见到啲信徒义工吓、啊，我就好主动啊合掌啊。手中有攞嘢就冇唔一定啦，就是、阿弥陀佛啊咁，或者我用个啊莲花指，佛公会嘅莲花指打个招呼咁吓，啊咁见面，总之咧，所以讲见面都有三句话：食饭未啊？几时嚟噶？啊都 OK 嘛？啊辛苦晒吓，见面都有几句话，唔会话啊你行你嘅，我行我嘅吓，咁样好奇怪嘛嗬？最少最少咧，經過嘅時候，阿彌陀佛咁啊，咁有時候我就合掌嘅。我有幾次我合掌嘅時候咧，在家信徒咧冇合掌嚇、啊，會唔會怪怪地呢？怪怪地嗬嚇、啊，所以大家都係養成習慣啦。你唔理呢位師傅有冇對我，就對大家合掌。你要求自己。我見到師父，師父阿彌陀佛，啊，嚇或者阿彌陀佛咁樣，啊或者吉祥都可以，啊，佛光山嚇、啊、最早啊，我哋係好習慣見面就係阿彌陀佛咁樣嚇，咁、啊、但因為有一次叫做八八風災喺台灣嘅時候，咁嗰個係原住民地區嘅一個叫做土石流啊，成個嗰個山啊，成個咁樣流落嚟咁嚇。啊所以就往生咗好多人嚇，咁、啊、當時咧啲原住民居住嘅地方咧就撤退嘅嚇，咁、啊、政府就規劃咗幾個地區嚇、啊，其中一個叫做安置所咧就係、是、喺佛光山嚇，咁、啊、我哋成日都係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好習慣嘛嗬，但係原住民咧可以講都係信基督教嘅，所以對住我哋咧日日。見面都是阿彌陀佛咧，搞到佢哋好矛盾啊！唔知點樣認我哋咁樣嚇，就有呢個為難喺嗰度。咁師父好慈悲嘅，大師聽到咧，哦係，佢哋係基督徒喎，我哋又唔可以話我哋阿彌陀佛，佢哋就阿彌陀佛咁樣嚇。啊，咁點算咧？或者講你好嚇，或者講吉祥平安都好咁樣嚇。總之係個祝福嘅一句話咁，咁講講下，大家覺得，咦，吉祥幾好喎、啊，吉祥咁樣，吉祥。當你一講吉祥，你一定係笑微笑嘅。啊，你試下你嗰、那個角度咧向下咧，點樣講吉祥？你一講吉祥，真係個成個心情好好。所以我哋影相嘅時候咧，好中意講吉祥咁嚇。大家就会笑起来，然后影相好好睇嘅，所以系有一个有一个起源，有一个原因吓，就系、是、因为原住民或者讲基督徒啦，喺社会上好多唔同宗教嘅人咧，大家见面，我哋佛教徒啊，譬如我个人嘅习惯真系叫做阿弥陀佛啊，我一路出家喺佛学院，一路跟住学，都系阿弥陀佛咁样吓，咁习惯咗，真系冇谂到。人哋唔習慣嘅人見到我哋咧，係好尷尬嘅嚇。所以而家咧啊，我覺得呢個好似唔係佛教徒咧嚇，因為嚟佛光山人多嘛嗬啊。如果係平時見到你哋啊，阿彌陀佛，我會咁樣講。但如果係第一次見咧，我就係講你好啊，或者咧吉祥咁樣啊。好多時候都會講。你好咁样，就同傳統我哋嘅習慣咧，我都要調整一下咁樣啊。呢、這個真係你係會企喺對方嘅立場，尊重佢嘅感受咁樣嚇、啊。好，所以禮貌啊啊，咁希望大家練習一下嚇、啊，見到法師嚇、啊、合掌係好好嘅一種心意啊。好似集合我兩手擺埋一齊啊，就係、是。集合我滿心嘅歡喜嚟同你問好咁嘅意思，合掌啊，好咁呢係第25啦，第26條呢條偈真係好得意嘅，
如果你要去共振啦，嚇，你咧偏心嚇，將啲比較好嘅分俾供養俾你中意嘅師傅，咁就都唔係做得咁好嚇。菩薩戒裏邊有呢條喎，嚇，就係你要用平等心啊去啊供養啊呢啲供養嘅東西啲嘢咁樣嚇，啊，尤其係食物啦，分配飲食嚇，譬如自助餐嚇，你喺嗰度分餸嚇，見到你用平等心喺嗰度分食物啊，行堂嘅時候嘛，好，我哋個個分會都會輪到做義工去分嚇，師傅俾你多啲嚇。或者啊，呢個係我好欣賞嘅師傅，俾多兩朵冬菇俾佢啦嚇，咁嚇，你平時你一路聽佛都係要學一個平等心嚇，點解你喺嗰度修福報喺嗰度供養喺嗰度服務嘅時候，你偏偏又唔記得咗咧嚇？真係練習下啦咁樣嚇，呢個應該好容易啦嗬嚇。好，另外第二十七條啦，嚇，養蠶係嘛？蠶嚇，蠶寶寶啊，為兔師嘅蠶寶寶嚇，唔可以養喎。如果你係受菩薩戒嘅人咧，你養蠶咁就係都犯咗菩薩戒嘅輕戒啦，就唔係咁好。知道點解咩？你養蠶寶寶係養寵物嗎？你係因為中意佢所以養佢嗎？應該唔係喎，尤其係以前嘅人，佢要織布啊，個布嘅嗰個絲嚇，從邊度嚟嘅呢？所以所謂講抽絲剝繭啊，係從蠶寶寶佢長到一個程度嘅時候咧，佢就開始吐絲，然之後將自己捲起嚟，嗰個就叫做繭嚇。咁嗰個繭咧，佢就裏邊咧，佢嘅身體咧，從一條蟲就會變成去飛出嚟咁樣，佢嘅轉化喺嗰度嘅裏邊嚇，嗰個係佢嘅一個生命嘅過程咁嚇，係好需要安全嘅保護，然之後佢可以飛升出嚟咁嚇。但係我哋人咧，如果係用蠶咧嚇，就係嗰個階段嚇，佢係瞓喺個裏邊嘅時候咧，就去煮咗佢，煮死佢係死喺裏邊嘅。然之後咧就抽絲出嚟啦，就織布啦嚇。咁呢個過程技術上嚟講，我唔知道點樣可以將個絲嚇點樣攞出嚟，我唔知道嚇。咁但係咧原則係咁嚇。所以直接就講話既然你都係一個學慈悲嘅菩薩咧，就知道講咗前邊有啲所謂講符合五戒嘅生活經濟生活，咁其中就補充咗呢一條嚇，記得就唔好用蠶嚇，因為蠶你就係要殺生噶啦嚇，咁呢個同慈悲心有關嚇，當然。有人咧就會喺呢條計就問啦，咁絲叫做咩？絲巾係嗎？絲巾或者係叫做蠶絲被棉被嚇，可唔可以用咧？嚇，我講真嚇，如果你送一條蠶絲被俾我，我嚇死了！你知道嗰個蠶絲被啊，有幾多？蠶寶寶的生命在裏面，只是這樣想，我就覺得不行喎。但你說，但已經都買了，用了，都用過了，又沒辦法送人，又沒理由說抌了它，這樣，已經是有的，就你，當然，它的生命付出在那裡，你都是用了的。唔使話好浪費咁樣嚇，將佢抌咗，呢個又唔使嚇。只不過你知道呢個原則，第一就唔用嚇呢種，呢個都淨係舉一個例子嚇，意思都係
譬如你擁邊，你話擁蠶係會殺身嘅，咁擁雞啊、擁雀仔啊，然之後去賣，咁都係同一個原理嚇。總之你要啊，你嘅經濟生活啊、工作啊嚇，你識得呢個原理之後咧，你就要去留意一下啦，避免啦咁樣，咁樣可以明嗬。OK， 好，行路見病，呢個係最後一條啦，28条。你在行路的時候呢，遇到啊有人病咗，瞓喺個路邊啊，然之後咧，睇下呢度嘅講法係，你冇去關心一下，唔係話你要去幫佢醫佢嚇，搬走佢咁，唔係叫你咁樣嚇，基本上係唔可以喐嘅。但係咧，如果你見一個人就暈低喺嗰度，你行路經過都唔睬，呢個人有慈悲嘛？冇嘅嚇，所以呢度講嘅係你應該要去睇下，就前往暫時過去睇下嚇，然之後咧扶足所在嚇，就係譬如幫佢報警啦，叫救傷車啦嚇。你要去關心一下啊，發生咩事？然之後啊，點算啊？點樣幫佢嚇？幫佢揾人嚟咁樣，而唔係你自己去做嚇。意思都係話，你一個慈悲嘅人，你睇到人哋唔舒服，你係咪應該關心一下嚇？唔係話你去幫佢醫病，你唔係醫生就唔可以咁嘅嚇。但你連埋啊，哎呀，佢點啊？好似唔舒服喎！你呢種同理心都冇。咁就冇慈悲啦，咁樣嚇。咁大家明嗬？喺幾年前咧，我見到大陸有一句話，其實苦不苦。譬如有人踩單車跌咗啦，跌親啦，你要去幫佢扶佢定係唔扶佢咧？你可以扶佢，可能賴俾你啦，係你撞到我嘅，你要賠上我幾多錢嚇？咁唔扶咧？又對不起自己的良心嚇，啊真係為難啊！定係我去幫定唔幫咧咁樣嚇，所以呢度講嘅，你去關心，但你唔好喐佢嚇，咁睇佢係係唔係需要幫佢叫救傷車咁樣啊？可以講呢條解釋應該理解應該係咁嘅嚇。好啦，簡單已經講完咗28条。菩薩戒，同埋有啲我比較偏重係而家我哋會遇到嘅情形，做一個補充嚇。而家咧有仲有啲時間嗬，我就用大家問嘅問題再答大家。兩個問題，一個係雞蛋係齋嗎？雞蛋係齋。第二條咧係五戒之中的不飲酒戒，如果是煮餸的時候呢，落少少酒，那是犯戒嗎？好了，又是食跟食嘢有關嚇。好，繼續好。Okay. 我要講咧，所有的生命都是從呢、這個譬如我哋是人類啦，是胎生類的動物。如果喺嗰啲魚啊、雞啊、雀仔啊，咁係卵生類的動物，所以講嘅卵生、卵生咧，咁就係蛋啊，一粒粒嘅蛋啊，生命都係從呢度孵化出嚟嘅嚇。咁以前嘅蛋就佢係孵出生命喎，如果你食咗佢，咁就係食咗生命啦。所以從以前咧就定咗嘅啦，呢個同你食素嘅人就唔會食蛋嘅，好。但而家嘅科技改良咗嚇，呢種蛋我唔係話100%喎，一般嚟講佢唔係受精卵，係孵唔出生命嘅，一般或者講90%、95%幾高比例我唔知道，但係絕大多數係孵唔出生命嘅嚇，所以就有人主張話啊咁。呢、這個已經同實生冇關係啦，所以就話食啲都不妨啦，
我想这条戒呢，如果是在家菩萨呢，在家居士比较是没有所谓，如果是出家众呢，我仍然都是觉得不应该吃。为什么呢？就算不关杀生戒，但是呢，当我一个出家人，我在那里吃荷包蛋，有些人他知道的，好像你们、这个现在这个都 不是跟杀生有关、样，但是传统上呢，有很多人的观念他仍然都是觉得、吃斋的人是不吃蛋的、如果大家这方面观念问题都没有的话，这个问题就不会产生的。始终都是有人问，表示呢，就是有人仍然都是觉得吃斋的人不应该吃、所以如果我一个出家人、在那里吃蛋、造成的不是杀生业，而是令到人家造口业，我的行为引起人家造口业、或者是批评佛教、诽谤佛教、说、现在怎样出家人怎样、这个、有这个可能性。这个叫做我们不吃蛋是因为叫做避之嫌，避机嫌，避机。我避免被人哋做口业去批评，我亦都避免被人哋怀疑。有一个协验，有一个可疑的地方，这样避开、所以是因为是这样、现在来讲呢，不吃跟动物有关的，譬如喝牛奶、吃鸡蛋，其实严格来讲，我需不需要杀死一条牛然后喝牛奶啊？所以不关杀生，是吗？好，我需不需要杀了一只鸡，然后才可以拿它的蛋来吃？不会的，没这种事了。所以直接来说不关杀生，但是对在家就比较没相关了，对出家来说是要避忌嫌。但是呢，我现在说有所谓的 vegan，他不只是 vegetarian， 不是食素的人、他是 vegan， 他是饭，他是可以 vegan 是可以吃葱蒜芋仙来他吃的，因为他不是出家人受戒、不吃葱蒜，他不是信仰的原因，不是宗教的理由、而是呢，因为现在、大量凡是呢，我看到一份报告呢，说从几万年前、几千年前，当时的动物物种是很多种的，但是呢，经过人类慢慢呢，凡是人类要吃的这些物种，就是动物鸡啊、鱼啊这些，就猪啊这些，就是所有动物的数量之中最多的，大量生产这样养殖啊，那些不是就它没有经济效益的这些野生动物呢，就是濒临是要灭绝的，它的数量非常之快的减少了、而人类要吃的呢，就大量的去养殖了，这样一个大量养殖呢，猪啊、牛啊、雞啊、鴨啊、鴨比較少，雞啊呢啲，佢養殖嘅時候因為大量嘛，所以佢哋唔係自己走嚟走去自然生活嘅，係養殖嘅，人工養殖啊，佢哋係從出生慢慢長大就係被關喺個一格格，佢嘅世界就係一格格咁樣，甚至唔要佢行路，唔要佢走，咁樣佢嘅肉咧就會軟嘅。它越是走就越有肌肉，就是硬的、那個、吃的人就觉得、口感不好了，好像老了樣、所以他们不让它走，就是真的
你想象，如果我一个人一出生出嚟就绑住喺嗰度，或者一个盒仔里边，生活喺个里边，系好痛苦嘅。所以嗰啲鸡啊，嗰啲牛啊，心情唔好嘅，佢唔会开心嘅。你放音乐俾佢听都冇用嘅。你不如俾佢去散步下咁样，但系冇得咁样做吓，所以佢哋系好痛苦啊。咁一个学习慈悲嘅人咧吓，有啲人真系我见到，尤其有啲好后生嘅人，西人咧，佢哋系 vegan 吓，自细凡系肉我都唔食啊咁样吓。之前咧有段喺 YouTube 上边人哋寄俾我睇嘅，唔知三岁嘅小妹妹吓。佢好認真問嚇，我唔食肉啊，啲雞啊，啲我點魚啊，我唔食啊咁樣嚇。哦，係啦，佢話嗰啲雞佢唔食咁樣。佢媽媽問佢：咁魚你可以食嗎？佢就話：魚都係肉嗎？啊，魚係肉啊！我話啦，我唔食肉噶啦，咁樣嗬。嗰段嚇。錄咗嘅嗰段 YouTube 嘅短片咧，真係嗰有呢種慈悲嘅小菩薩嚟嘅喎。啊，話佢好嚴肅，佢同佢媽媽宣布：我同你講咗，我好認真同你講嚇嚇，我呢一生人都唔會食肉嘅。咁啊，三歲，係啊，小朋友都可以咁嗬嚇，因為愛心啊，佢見到嗰啲動物嚇。動物同我一樣嘅喎，點解我要食佢呢？咁樣嚇，好啦，所以雞蛋我問係齋嘛嚇，如果係齋嘅意思係清淨嘅意思，如果係素咧，大家睇下呢兩個字啊，呢个是食荤的，这个是食素的，这个荤的东西上面是草字头，植物来的，我们讲的荤腥不沾，就是我不 真正食斋叫做荤腥不沾，腥是这个腥啊，鱼啊肉啊那些就是腥了，这个是肉字边，这个就是跟鱼肉有关的，不吃，跟冲船五星有关的，这些分性不沾，就不碟，那就是吃斋了，就清净。那蛋实际上是有些味道的，不过就因为大家是在家居士，我觉得是这方面比较有些弹性。冇咁嚴重啦，除非你話哦，原來 vegan 佢哋唔食，有一個師姐咧，佢同我講話，佢係絕對唔會飲牛奶嘅，因為佢屋企咧就係製作牛奶嘅，好，我話你屋企養嗰啲牛，然之後你又絕對唔飲，係點解？佢話因為佢見到嗰啲牛咧。因為成日用機器嗰啲抽抽抽抽個牛奶出嚟咧，抽出嚟都係濃同血。因為嗰啲你成日咁樣拉拉拉咁樣嘛，嚇係爛咗嘅，喺嗰度抽嘅時候痛苦嘅嚇，所以佢就話佢冇辦法改變咗佢嘅先生嗰邊，佢最少佢自己真係，因為佢了解佢知道佢飲冇辦法飲，當然。會經過啲消毒處理啦，呢啲嚇，仲都要處理過。淨係咁樣直接係唔飲得嘅，好多菌喺裏邊嘅嚇。咁大家睇啊，你並冇佛教並冇要求話你一定係 vegan 或者係 vegetarian， 冇要求嚇。不過要求你不殺生，要慈悲好。咁你可以做到幾多就係幾多啦，咁樣好嘛？嚇，咁就唔使一個一個咁樣問啦。嚇，咁個蛋係唔係齋嘅問題？有啲人咧，佢食齋，
食斋的重点不是巧，不是食物，食斋是那心是清净的意思，是要有斋的心，清净的心。如果有人呢，他成日挂在口中，我是食斋的、哦啊、但是个心不好、啊、贪嗔痴很多、啊、垃圾很多、啊啊、那有清净吗、啊、其实没有的、啊、所以不是个表象、啊、我觉得是、反而吃什么不是重点、啊、有素的心，有斋的心比较是重点、啊、好了。如果说煮餸的时候少一点、啊我話如果啦，因為喺出家戒律點解幾百條啊，講得比較多，呢啲一啲都唔可以嘅、啊、但在家啊裏邊講嘅咧冇咁嚴格，因為畢竟你哋係在家生活，唔好搞到自己咧、啊、明明係在家人，然之後咧、啊、要求又要過出家人嘅生活咧、啊，你參加短期出家就好啦，或者我哋舉辦八關齋戒、啊、你嚟就好啦。啊、其他真是人間佛教就是要你生活、啊、要很幸福很快樂這樣、啊、很歡喜去學佛，千萬不要說你學下學下你自己又很痛苦很不方便，你家人更加痛苦、啊、那 都不用這樣、啊、所以你覺得是少少沒那麼嚴重這樣好嗎？總之你不是說、哦、我醉酒啦賣酒啊這些啊那都 OK、啊、好。然後、請問如何能知道在受戒之後確實的確是已經得到戒體呢、啊、得到戒體呢是你跟著、啊、那個、全戒在戒會之中有一本、啊、叫做戒會的有個範本啊、總之是有一個儀區、啊、你跟著這樣、啊、專心在裡面、啊、得戒體通常是在三皈依的時候、啊、自己很專心、啊、就已經是得戒，你受完戒之後戒體自然有的，你不用 去觀察自己我有多一塊肉、啊、少一塊肉、啊啊、不是這樣的，你既然是受戒戒體自然是有、啊、當然是有不清淨的時候、啊、這個就是我曾經說過說剃虛大師、啊、他是中國佛教一代大師、啊、剃虛大師他跟人家 說比丘不是佛未成，但願稱我為菩薩。比丘他是大比丘真、哦啊、大師都說他的偶像、啊、就是剃虛大師的、啊，咁呢位萬國初年嘅呢位中國佛教嘅偉大嘅一位大和尚，點解佢話佢唔係比丘呢？啊，佢梗係係比丘，佢當然係。佢嘅意思係比丘偈一條條，比丘偈250條，比丘尼偈348條嚇。呢、啊、一條一條嘅咧，你要100%做到咧。太困難了、啊、太高難度了，絕對高難度、啊、起心動念什麼、啊、都要完全做到、啊、所以太虛大師就說他沒有做到100%、啊、因為幾乎沒什麼可能做到、啊、差不多要成佛、啊啊、完全都沒有這些貪嗔痴，太高難度、啊、所以他說比丘不是，就是他未到100%，做到100分這樣、啊、佛未成、啊、又還未成佛、啊、還未覺悟、啊、解脫、啊啊、那這個時候怎樣稱呼他呢？ 他到底是什麼身份呢、啊、他說但願我希望大家稱我為菩薩、嗯、比丘不是佛未成，但願稱我為菩薩、啊，剃虛大師都沒有拿100分來要求自己說可以準備好去出家，那我們大家在家居士在家修已經很不容易了，這裡因為聞到這個戒體，你跟著、啊、戒會、啊、就自有戒體、啊、另外、啊、講到戒體我講一下聲聞戒呢，一條條的聲聞戒五戒、啊
出家嘅啊呢啲比丘戒、比丘尼戒等等嚇。戒體咧係到往生嘅時候，戒體就離開。但菩薩戒呢係根基，所以佢係生生世世，你受咗戒之後不失戒體嘅。你在佛道上一路戒體自然都在那裡，我鼓勵大家覆戒都是這樣，經常有機會，其實都不是說經常有機會的，所以說要把握又珍惜，都去提醒我們。另外問到安樂死的問題、同性婚姻等等這些問題，是否犯戒？安樂死嚇，呢個係一個生命嘅決定，同你受唔受戒冇直接關係嚇。有人會問啊，同殺生戒有冇關係嚇？因為安樂死嘅問題非常之複雜啊，邊個人可以決定呢？如果佢自己可以決定，或者講佢已經係冇能力自己決定嘅時候，要俾最真正愛佢、最愛佢嘅人。所以知道他需要的人去帮他做决定的。所以不只是佛教，不是信仰一个宗，不是一个宗教的问题。宗教界其实要尊重法律的规定。一个国家的国法，法律他怎样规定，我们是国民，我们都是遵守法令的。所以同犯唔犯戒冇直接關係。咁至於同性婚姻嚇，我哋要好理解嘅就係、是、其實佛陀教導我哋嘅係要解脱道，係解脱嘅。咁如果執著喺個感情裏邊，唔管唔理你係同性嘅感情，或者係男女之間異性嘅感情。其實感情咧都有一種好似綁住你嘅嗰種你想擁有對方，你唔想對方離開嚇，你想一路一路繼續咁樣嗰種嘅執著係有嘅嚇，所以佛陀教導我哋嘅反而希望我哋睇住個因緣，感情都會有變化嘅嚇，始終咧。呢啲都會阻住我哋解脱嘅，希望我哋理解呢啲嚇。但唔係話啊，每一個人哦咁就從此就都啊離婚啊啊出家啊嚇，出家有出家嘅因緣嚇，所以都唔係話我哋啊要你點樣就去點樣嚇。所以睇所謂講嘅同性戀也好，同性婚姻也好嚇，咁同睇異性婚姻、男女婚姻嚇咁樣啊兩性嘅嚇。原理都是一樣的，感情始終是束綁你的，希望不執著住這個感情，這個是佛教的一個立場，一個看法，不管你是什麼性別。但我要講一點，曾經有一個很傷心的媽媽，她問我她的兒子要叫做什麼做變性手術啊！嚇，佢就話啊，佢係一個佢係斯里蘭卡色蘭嘅人，好，佢話佢係受五戒嘅，因為斯里蘭卡咧斯蘭嘅人咧係佛教國家嚇，所以佢話佢係受五戒嘅嚇，佢要點樣去睇嚇佢嘅仔咁樣啊傷害自己啊咁首先我同佢講嘅時候，佢覺得好罪惡，佢覺得係佢嘅孽障好大咁樣嚇。佢覺得自己呢個媽媽冇做好，佢將所有嘅錯誤咧話係佢嘅問題，因為佢話佢嘅先生咁樣跪佢。你做媽媽嘅，你係點樣救你嘅仔啊？到今日咁樣你總之係跪佢啦。所以佢就有個時間傾下。我同佢見面，我首先問佢話：空氣係男性定係女性啊？佢話冇性別啊。陽光、流水，我問佢：佢係男定係女啊？佢
佢話冇喎，啊，所以我就話：首先你要睇佢係你嘅仔，佢就係你嘅仔女，你就係佢哋嘅媽媽，啊，唔管佢嘅性別係點樣，你哋嘅關係就係親子嘅關係。